这就是男人的灵敏度啊，这就是男人的敏捷啊，赶紧改课开打。哭哭不要哭，哎呦还真是多兰剑的臭狗啊，他妈的还好我他妈带了多兰剑啊，不对还带了多兰盾呢，不然要被弹幕给害了跟你讲。你知道我这魔抗带来是干嘛吗？我再蹭一下舒服，哎呦就等于相当于他没消耗我，你知道吗？哎呀这狗头一事无成，狗头这种玩法一事无成。主播的顶级小魔抗理解。哎算了被他恶心一下吧，没事的。打这种法狗有机会一定要推一下线的。好玩吗？我帮不了你兄弟，好自为之吧。我的黑暗并非由心而生，而是被我的老二。那该打他一套还是打他一套啊，该打你一套一个都不少。爽不爽呢？我就问你，你还不带闪？这是个疾跑狗，这不是闪现狗，疾跑狗，那你死定了！我跟你讲。那我看看你，等一下你能活多久哈？哎呦，一个相位拉出来，轻轻又送。算了，送他一个吧，没事。其实你不推也行。软弱。又控线，轻轻又松松啊，轻轻又松松，五级了。那我今天要扫他一点点。还行吧，三把铁剑，他等一下要开疾跑干我，我猜的应该是。我将让这些凡人变得和我一样。139还挺痛的其实。哇对。斩！哇操，主播的斜角 Q 怎么说？不弹啊，不弹。不弹了，嗯，不弹了。打这种法狗，反正打狗头你带魔抗是没错的，这东西他也不可能一级贴点 A 你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带魔抗就是一本万利的生意啊。但是你要是不带魔抗，我操，你但凡碰到一只彗星、艾黎，要么这种就疾跑这种相位的这种，你直接就没了。跟你讲，直接就没了。这还不是危言耸听啊，因为主播曾经也被干碎过，后来我学乖了，只要碰到对面狗头，无论什么分段，你就直接哎。你直接就买，你就直接带个魔抗就行了。我操，这发条要爽死了！闪现一个 W 的 Q， 哇，这发条胃口大呀，两个都要吃。你今天带的魔抗出了多兰顿，被恶心坏了。
哦，你也相位，你什么相位？你的相位有我的高度吗？哎呦，开不开得出来呀、啊，大狗！大狗开不开得出来呢？大狗啊，你开不开得出来呀、啊，大狗？看来是你大招读得快，还是我的大招读得快？相威猛冲，是的。哎，不是我队友怎么开始了啊？干嘛？哎，追得到吗？追不到吧？追不到可要走了哟！一毁剑，大狗，大招快，我知道大狗大招快，别急，再等把剑吧。来、yeah, ，谢谢北子的荧光棒。卡住，我的监控要被拆了！哇操，监控被拆了，是时候给上路的队友一点压力。他学了三级 E 吗？还是四级 E？ 打狗头是绝对绝对要带魔抗，我要毁灭光明，制造永恒的黑暗。别急，我先把这个拆了。瞎子想创业吗？啊、哦！哎呀，这不能怪我啊！哎呀，这个手飘了，你不能怪我哟。谁吃谁谁，他妈的，我不知道呀！我以为他用惩戒，他不用惩戒，那能怪我吗？那能怪我吗？那不能怪我呀！我操，他是真的怂得住啊！这大狗，我操，大狗太能怂了，他怂住这游戏该怎么赢呢？大狗怂住，那我的游戏就要输了。把他大招换了，他大比我值钱的，大狗的大是比我值钱。别急，我没有风暴。啊、哦，可惜，被多打了一下。嗯，疾跑还行吧，那疾跑也交了。我感觉我得找点闪吧，我如果 A 了出来就好了。他、啊、这里插了个野，哎，好烦呐、啊！没卡好防御塔攻击的间隔，被他杀了一下。哇，你不能拆了，你得走了。你还觉得打狗头带疾跑要好一点？还行吧，其实我觉得都可以，带闪也可以。我直接踢。
这样一般这种尖声就可以来放松。我操，这尖声在干嘛？哦，这都行。 还行，下次送了我八本，我这不走是有点没讲道，没道理的。我给他吃爽，买了不假鞋加反甲，是有点恶心。 坏了，他太忍得住了，他忍住不犯错就很烦。嗯，杀不死。哎，杀不死，我急了，我杀不死，哎，急了。哎，我太急了，这太恶心了。他开大我顶不住呀，他开大好像有190，他大招应该可以加个50的双抗跑。 嗯哼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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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帅，意外之财，又是瞎子。哎，不是别点呢、啊，态度能不能好一点喽？态度能不能好一点喽？跟我对线的大狗这个心态都这么好，你们心态不好。对冲基金就是，嗯。果陀升分了，而且他一剑可以打我两剑的，怕你们不知道跟你们说，哇操，他盘能 Q 一下400，果陀他是可以一剑打我两剑的，他大招太强了，他主要他大招让他那个 Q 随机降下来，就好打的，而且他 Q 的兵还不少，不少，他 Q 了快300 Q 了，这都不少了。
我先稍微控一下，我操，幽梦都开了，这狗操的他妈要来杀我！ 疾跑太快了，又让大狗跑了，大狗跑的是真快呀，这里。 太恶心了，他就搁那一直打钱，然后确实拿他没办法，有傻逼狼们野区了，那可以逮他一下，感觉。啊，没过去。 我感觉我第三针要黑切才行，不然我打不动他。Cool 读 Charge， 他大招好像还没开，是不是？可以杀，不杀吗？ 啊！这被风女 K 了，我操！辅助 K 头怎么玩？哎，好像真是啊！有些人玩风女，他是看到残血，他会去给一个这种减速，你懂我意思吗？ 哇操！嗯，可惜了，他不碰个剑圣都可以杀了。狗头打人真疼，我感觉我得黑切才打得动他，但是我又没有黑切，他们一个塔都没掉。 下路好像可以。 尽力了，记了，没什么办法，队友全炸了，他们，主要他们全崩了就不太行。
又有星虫，又是星虫，星虫救了我好多次，这瞎子应该有点难受啊。 我操！危机四伏啊！我差点就被一根毛给戳死。哎呦，打不过狗头吗？我要换个布甲鞋才有可能打得过。三箭都不一定哦。我还以为是回城特效，这回城特效的太华丽了啊！我操，剑圣阁太惨了。 好惨，接个，再去野区跟别人打死，不搞笑。Enemy is dominating， 太消极啦，大伙太消极啦，那么消极怎么玩呢？ 可惜，差太多了，我们这种人，这大狗他能苟得住？哎呀，不过这也是很正常。剑魔这狗头这两个英雄还真的有点吃队友，是的，中下有群崩，太能送了，这家伙都他妈超神了，杀超神了。 我三箭都不一定打得过他一个神盾，他不出破阵者我都不一定打得过。你没信心，还真有可能的。他妈的！哎呀，让我爽一下嘛！可惜，哎，可惜。